这个牛肉先切好腌好了，提早，因为捞好要放冰箱里两个小时以上，就淀粉、鸡蛋白、胡椒粉、酱油、酒，再加水，因为牛肉没水了，到时候很硬的，吸那个水分上去。先用手抓抓抓，把它捞捞，大概把它拌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以后，最后再倒点油上去，把它拌匀，保鲜纸盖着放冰箱里面，大概最少要放2个小时，效果最好。一点点油，先炒的时候，一点点糖，胡椒，白胡椒粉。放一点点，千粉，西蘭花炒牛肉，而且要倒大一点。白加味，每样放一点，这个味就很难了。好了，这个白千粉。椒粉一点，每样一点，几分一点点，牛油，是两次牛油，所以放多一点，这个千万多。所以多放点粉，也放多一点。好，放西蘭花炒牛肉。蘸点鸡汤上去，煸大概2-3分钟，那一定要盖盖子，不盖盖子它不均匀的，那个蒸汽上加盖子是除了均匀。
黑动物了，那个片就好，所以节目上。哇，这么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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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